刻骨铭心的爱情，咱们成本公子，我爱上这么一个女子，你怎么可能不喜欢我？我真的不喜欢你，怎么可能不喜欢我？怎么可能啊！本公子是你护士级来，婚事得局的。救命！你快帮帮忙！我们现在人的娱乐方式很有意思的，我找了一个你们古代人见都没见过，玩一下就不行？带上那东西啥死？是一下吗？ 玩这个无聊死，找个最难的。你已经死了，你趴下，不要挡路。好厉害啊！这都是小孩子玩的东西。你看人家多厉害！哇！站上来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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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幼稚啊，可爱，给你这么丑，我的表，你看他给你长得多像啊！以后你在家没有人陪你玩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跟他聊天。我跟他聊天？哈，怎么可能？哪有男人会跟玩偶聊天的？天气的零用小娃，你长得哪里像我？你长得这么丑，人家让你做牛做马报答他们。来、啊。可不可以来救一下我们？好好待着吧。起来。师傅，你别！他有喜欢的人。那就好，你也不准喜欢他。我喜欢谁需要经过你同意啊？根本就配不上你，就单纯颜值，这张脸怎么就配不上他？我说了什么？喜欢他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妹妹没感觉，小蝶，你复活了，复活了！难道需要我合欢公子去跟他道歉啊？哼，不可能。一起吃个饭去，我萧无敌对天发誓，如果我今天再骗你，我就永远回不了合欢宫。这算是道歉吗？这还是感觉很帅，很帅，能有多帅啊？你保证？谁呀、啊？谁很帅啊？小豪他哥。我来帮您考。这不是相亲是什么？还喝酒？我现在做平面摄影。哇！这么厉害，厉害什么厉害，我就让你看看我首先你的左手是这样的，摆成一个手架的形状。哇，还不错啊，很厉害啊。几点了还不回来？都几点了还不回来？不是相亲相的挺开心的吗？找我干嘛？给你买了冰淇淋，因为可怜有的人没有吃过冰淇淋，懂吗？好吃吗？